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殿下。这京都城里最近有什么事情？听说北家又起了红，怎么京城的官府也不管着点？二十回月，这是我的，四处乱窜，就是。这个，我这里有很多，想活下去，可以跟着我。我想活下去。我回来了，殿下。嗯。芈柔姑娘，殿下召您过去。知道了。下去。殿下，任务完成的一般，姿色倒是更胜从前了。是殿下教的好。这下好了。是。恭喜姐姐又得了赏，只是殿下再看重又如何？还不是要将你送给皇帝？这棋子的命运终究是命运吧。棋子？为何要作为棋子？我要做执棋之人。恭迎陛下。爱妃可还喜欢朕送你的礼物？只要爱妃高兴，想要什么尽管开口。臣妾这次想要，陛下可舍得？殿下近来可好？不愧是本皇教出来的。是殿下教的好。